好吧。喂喂，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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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档，加下我 ID，我 ID。分装模式，一二三，来。看不到弹幕，我就用这个判吧。没人接班我呀，何在呢？OK，我去观战了。今天是战队挑战赛。我把这个图片给弄回去。好了，拜拜拜拜，来吧来吧，兄弟们，赶快进来了，打比赛喽，打比赛喽。准备好了。开！OK，这个架势应该是可以 OB 的，可以观战，那就没问题。我这边弹幕坏了，等一下我上下手机找一下。我说有个延迟啊。
场直播，战略交流赛，OK。切换无线网。哎，我怎么看不到弹幕啊？今天没有人看啊，我好难受啊！没人看是最难受的。没关系，没关系。嗯，蓝色方和这个红色方两边班位都比较独特啊，应该都是，我觉得都是两边做过研究的，搬的都是应该是对面的拿手英雄。那托儿训练营嘛，对吧？这个，大家对于两边战队也肯定都有什么安插的，有什么卧底呀、啊，对吧？一打听，哎，这个人他梦魇玩得好，啊，这个人他锤石他 Q 的特别准，OK，然后我一商量就给他搬了。啊，这个加里奥可以，加里奥这个英雄当前版本非常强势，我最近我也是在练习这个英雄。哎、啊，我之前我总觉得玩这种英雄好像。哎呀，就是一上分啊，或者一赢，别人就说："哎，你是混子，你是会赢的。"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每个英雄都有他的价值。我只要需要把我这个英雄的价值给发挥出来，给体现出来，我可以赢，那就可以了，也没问题。嗯，这边直接拿了一个秒锁了一个肾。那这，我觉得这边的上路水平应该是，怎么说呢？应该是在他们战队里边，应该是，比较扎实吧，我觉得。我发弹幕还有人能看得到吗？还是我这边卡了？好吧，我这边卡了。嗯，OK，我看见了。原来刚才可能你们有给我发消息，但是我没看见。嗯，蓝色方2楼3楼拿的是皎月和小炮。这个刀妹应该啊，他还没有锁呢，他选了个男刀。难道打刀妹吗？我怎么觉得有那么一丢吃力呢？十二哥哥你好，十二哥哥老板，你来啦！我这个手机也是看不到弹幕的，那一会儿我要怎么做呢？我也不能切屏啊，我感觉。老切屏不行，我再试一下吧。因为我这个弹幕调试时间挺短的，所以没办法。发个弹幕看一下。这妞很菜，皮卡丘。这个是。小姐姐吗？欢迎欢迎欢迎！你这不是老板，那你头上挂了个老板啊？你就是老板。啊，是不是登录的人是不是都是老板还是什么？应该不是吧？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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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哥哥老板给我送的一个么么哒。谢谢谢谢谢谢。嗯，我觉得对面这个阵容吧，
我觉得这两边这种选出来，我感觉大数据上给的这个分析，我觉得应该是几开？4.5比5.5，那我觉得这边后期好厉害呀！看你这么抬举，我可以约你吗？可以呀，当然可以呀。只不过最近几天我要那啥，我要搬家了，所以没啥时间。最近一直在都在忙那个事儿。我觉得很少有这个快过年了搬家的人嘛，但是我就是一个，因为我这房间，我这个地方住的实在是，其实其他地方都挺好的，就是隔音不好，然后还有什么？然后还有墙漏风，这是最恐怖的。为啥没有晚上的预约啊？晚上，我这里是要等125秒吗？啊，要等好久啊。你住的合租的，我不是，我住的就是那种公寓的那种吧。这种房子一般就是那种。上下楼的，睡的地方在2楼，然后平常那个就在1楼，是挺方便的。只不过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我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难受吧，所以就想换个房子。还有80秒，有人想点歌吗？有人想点歌吗？现在还有70秒钟呢，可以听一首歌了。哈哈哈，这个发红包是什么意思？哇，这还可以发这个红包啊！来个男孩，一个肖门点一首歌，好吧？一个么么哒点一首歌怎么样？哦，感谢么么哒，哇，6666，男孩别哭吗？还是叫男孩？哦。杨博啊，哇，很厉害。我只不过是最近没有关注这种综艺节目了，我好久都没有看过了，所以对现在的这个选秀曾啥的，都经基本上都那个意啥。外，他和她相爱，啊，这我听过，在不这我都会会唱犹的这个。豫时代，以为我只不过是不知明道歌名白，啊，有点尴尬。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你会唱？打扰了，我会的。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哦，我来，公更寓不不想是单身再，公寓，能给你一个期不是。待的。这个单身公寓是怎么理解的？我想一下，是住这种公寓一般都是单身吗？啊，一般这种名字，他可能很多人都叫他吧，就是这种，一般年轻人住的比较多，合租的也有。啊，这边游戏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我不辜负老板，我把这个歌听完。我这里视角怎么那么小啊？哦，这样看，哦，原来可以这样看的，我刚知道。哇，感觉这样玩游戏好爽啊，真的。这样一看就能看得特别清晰。来，我现在就是上帝，我以上帝视角看这局比赛怎么样？哇，感觉好爽啊！呵呵呵呵。
色彩虹，等一下我再拉一下，让你微笑，哇我的妈呀，亮了起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那更改，我没能把你我跟那导播镜头怎么这么大呢，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当面打就是的男孩，上去了，打了一层被动，难道要打个电球？但是呢，这波唤醒难道被方面 A 下去过了，所以只能一个推？所有遗憾呢，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都不必再重来。疼痛来得更痛快，反正不能够重来。没了。这个二级方妹想要配个蜘蛛，想要去搞这个男枪吗？啊，是。OK， 歌放完了。对不起，我给这个事儿忘了，切为游戏模式。OK， 可以了。现在咱们接着看，这边主要是对面上路挂机了呀，这边主要是男枪选择绕后。干他一波，方面这边应该是没了，他不掉了，就这样就交代了。自己这边压线，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压线应该注意。OK OK， 重新连接了，大腰子又连上来了，可以。这边下路没有办法，小炮前期出现挺快的，所以老手就可能就只能选择吃塔刀发育。这边他这个双人路想找一波回家的机会，这边不再推一波吗？我觉得这波现在是可以推的呀，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推的。这个奶妈 Q 技能配个老手 W， 我觉得清一波现在挺可以的。男枪配合辅助直接反掉了对方蜘蛛一个蓝 buff， 但蜘蛛不依不挠，蜘蛛这波好像要交一个闪现了啊！没有，打得很稳健啊。这边刀妹虽然被拿下了一血啊，但是也还可以吧，因为自己的这个闪现和点燃都没有交，都在手里，所以男刀这边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只是找了一波回家的机会。这个是按什么键位可以调出来装备来着？按 B 是吗？不是啊。主要是向下路直接跳了一波，哎，男枪有点冲动了，啊，
南枪应该是没了，没有爆炸果实，直接被这个蜘蛛给预判到了，一技能过来，人头给到了蜘蛛。人在这儿呢。为什么看不了他们装备啊？哇，好难受啊！主要是我这边也看不到你们弹幕。P 吗？谁暂停了？I 吗？哎呀 ！T？ 难道没有状态选择的回家？这波我觉得刀妹如果不回家的话，这波线其实可以控一下的。放这边，这个瑞斯打吃好像并不吃香啊，血量上反倒是肾这边占据了优势。尽管肾前期这个掉线了啊，但是依然做得不错。一技能左位给补了。对，也是闪现换闪现，全部一个闪现。其实他们俩配合有失误啊，先等瑞兹闪现控制住，瑞兹再丢一技能就好了。这波是没了，被他们反蹲到了啊，这个就是配合上的问题了。先给控啊，瑞兹先闪现给定住，完了 WR 再给刮合，这个人头应该是会让给男刀。刀妹这边也六级，知道这个男枪在刷自己家这个石头人啊，他没有过去，因为男刀也还没回来，也不清楚对面现在在哪里。男枪这边动红 buff 了，他队友都在往这边靠。瑞兹是有 TP 的，瑞兹也有大招啊，一技能晕到了，把伤害打满啊，可以很稳健。这边难道也是掉了一个闪现啊，这边是我觉得是这边中野没有沟通好。难像这个石头这个红 buff 动得太慢了，早一些打的话配合难道这个红 buff 基本上就能打下来，但是打太晚了，你都刷了一子石头人了，还想再去打红 buff， 对方肯定复活了呀。这边是被吹风之后直接就打了一个闪现，这边治疗，漂亮的一波击杀。吹起来之后小炮直接把自己的这个炸弹给叠满了，就直接给炸死了。这边这个红色方下路选择发育的一个思路，但好像补刀还可以啊，补刀还可以，只不过呢小炮这边有一个人头一个助攻。这边风给了一个大招啊，这边配合还是比较娴熟的。咱们这边其实这时候不用去了，就直接推中路线就行，或者说帮自己家队友搞对面上网单，对吧？这个都是可以。这边是没有办法啊，因为肾没有闪现，而且这个河道处并没有视野，所以说蜘蛛在上路直接就给他抓了。现在是知道难道没有大了，不知道都有刀妹会不会找一波机会，但是刀妹的大招还在 CD， 我们看一下啊，推了一波兵线，这边是要回家了吗？难道现在是三个人头啊？难道现在经济3600，领先的刀妹500多块啊？没，这不没有打断到？难道没有大招？你确定要这么提吗？感觉刚才刀妹不回去，难道 Q 上来，难道直接就死了呀？没有闪现，没有大招。看一下眼位。我觉得补刀都还
还可以，老鼠在被击杀两次情况下，我的 PC 到60级，有点下路完全打不过呀，奶妈5级，那些小炮现在是什么装备？但是我看不到，我就很气，我看不到小炮什么装备，怎么办？这个二闪打到两个，一个玉又打中一个，但是被嘲讽到了，他还没打残，咱们 TP 下来，就是选择这边动镰刀，镰刀隐身，开大招。哎，就是这个大招。哎，主要是没有办法，因为正是被压下来。这边。红色方很难受呀，我是蜘蛛前面有点难受，想冲上路，但是上路没配合好。下路的话，这个装备劣势又太大了。这个蜘蛛难分难，赶紧给我收了。这个肾也低下来了。但是正这波 TP 没啥用，但是又取消不了，这也没办法。哎呦，这边红色方射压力有点大呀，现在射也过不出去。我马上冲着他们迎击。正这边 E 上来了，这波上去把他吃了。遇上来直接就死了，这边要越塔吗？哎呀，越塔成功了呢。老祖应该拉回塔里的，在塔外输出那个圣火没必要。这边是直接掉了一个越塔了，现在。这刀妹每次都想，难道游的时候她也游？其实她会发现，她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慢掉的。我觉得你不如这个时候，对吧？你多去吃对面的刀，多去这样打，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当然有可能，这主要是这边刀妹死两波之后，现在等级劣势有点大，所以推不动线也正常。EWQ。闪现，蕊子这边伤害打得不足，你打伤害，你可以打满的了 ，QWQ 因为 ，WQ 没啥伤害，哇 ，WQRA 闪现，秒掉了一个，又挂了一个点火，这边男刀 AQA 近战 AQA 哦，铁马特 A 刀，牛逼牛逼，666。这边等级差的一个多了，现在。我觉得前期反正蜘蛛这个点应该围绕着刀妹去打的，他们终于顺起来了，我觉得对面很难赢的。小炮直接踩脸上来了，我的妈妈呀！挂炮插了个眼儿，再 A 一下，没有 A 到，女子依旧是 EWQ。哎，两下一闪，放了一个大招，没有办法，死掉了。哇，现在。这个边蓝色方 C 位发育太好了呀，太恐怖了，完全不给机会。这边好像要逮到老鼠了，是吗？差一点点 ，WQA 被动好像没打出来，但是没办法，这边红色方这个支援已经到了，所以就只能先撤。瑞兹打。
上路打肾，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问题，我感觉，还是。我觉得对面冲也是挺厉害的，一集合这个刀妹，感觉打男枪加这个男刀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打起来应该毫不费力。这一整局就没有不要这个点去打，所以刀妹这边给男刀拿优势了，刀妹现在对线就很难受。难道就主动推线呀？主动推线的话，这边刀妹视野也做不出去，也不知道难道去哪了，所以没有办法。更多的是，我觉得可能是前面有一波这个肾掉线了，可能红色方这边掉以轻心了，所以给蓝将 gank 的机会的。你刀妹前期那个眼位，我觉得是其实是可以躲的。这个夜怪，然后溜了。这边先锋要打到，就直接就要 B2 卡了。现在大家都在等男刀过来，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波机会啊？能遇到吗？瑞兹有吗？蜘蛛有吗？遇到了，哇！但是小猫这个伤害有点夸张了。哇，这一刀都打了！惩罚了，是我。咱们现在手里还有大招，放了一个先锋，这边南枪到线上，这高地应该是守不住了。老鼠这边要回去了，现在塔底下就还剩一个蜘蛛和刀妹，就被风吹了一下，我们这个高地塔应该直接就没了，还要推吗？啊，推掉了。蜜蜂，你这边大招还是有的，他上一波被你们打出上一个大招了。这个锤子有伤害，这边18分钟破了一路高地，哇，很快啊！18分钟高地很快了。这两边下路好像是被gank的吗？觉得好像是对线没有打赢一样，对线打输吧。现在蓝头方就打得很稳健，疯狂压榨对面视野。啊，这边男枪把野区杀的美滋滋又回家了。难道现在想找机会？但是呢，现在都是对方的眼位。小伙现在是1000赏金，有点肥了。这边蜘蛛是挂机了吗？不要呀，坚持住呀！虽然打下去，其实这边翻盘希望也不大吧，但是我觉得这比赛精神还是很重要的。他光一个挂机，其他四个人心里怎么想？我觉得挺难受的。那这边应该就是浪亏了吧，没了。还是要一波的节奏。
么暴躁的吗？我们找一波机会，老鼠刀妹开一波。哦，伤害直接给灌了。继续吧，哪个队赢了 ？A 组胜利队长。底下的话是 B 组 Death。打 FYH Death Death 这是什么战队 FYH FYH 队长什么可以开始了。人呢？人呢？这不好打吧？瑞兹，我除非瑞兹使用者很厉害。感觉很，他这版本发育周期太久了。加我 ID， 左上角挡住了，看不见英雄。这个呢，那我再调小一丢丢吧。应该可以了。来来来，人呢？人呢？队长呢？队长在哪嘞？啥？你是哪队的？等一会儿吧。
五分钟，他们在上厕所。我是不是又卡了？现在我还可以发弹幕吗？可以。有没有想点歌的呀？又可以点歌了，快快快快快！有没有想点歌的？没想点歌的，Go Go Go，冲冲冲！我看一下，我点莫晴唱了一首《小了白了兔》，莫晴在吗？莫晴，有人要点你，《小了白了兔》可以。莫晴怎么走了？莫晴下车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直播间是我第一次玩，我感觉挺有意思的。这发红包是什么呀？金额我发100万吧。算了，100万太多了，1万块吧，1万块100个，塞进红包。啊，红哥限额100元啊，这。不给力呀！我想发个10000的呢，这礼物是什么？我的余额0.9，我送香吻，送给莫晴，这一个多少钱？啊？一个1块吗？我的钻石拒绝，哇，哦，难受，我没抢到，我心态崩了，啊，难受难受，啊，我也发一个吧。0.8，我把我的余额全部发给你们，好吧？我操，最低1元钱，不好意思啊！哎，红包来了！哎，可以0.53，好了，我也给你们发一个啊！我是运气王，今天很开心，好吧？全部都给你们，啊，只能发整数吗？1元，2个吧，发最低数是3个。哎，我有余额呀。啊，我这发不了啊，这余额发不了，难受啊！这个钻石他怎么买的呀？这个钻石，哇，烟花，我也想要，能不能给我一个？我给你点首歌，哦，感谢感谢感谢。6666666，谢谢谢谢。浪子回头来一首，OK OK OK，感谢你，你妈蛋，我去，老板，送给我的么么哒，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热狗老板送给我的烟花，谢谢谢谢，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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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你妈蛋，我去给我送，不是，感谢倪老板给我送的烟花，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十二哥哥送的玫瑰花，谢谢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谢谢。阮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这，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你们赶紧拉人吧。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链接在群里。发群里吧。浪子回头，分一点一点的减，单位一步一步往下掉，为啥呀？不会吧？全高清。现在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现在这个队长还没来呢，来了吗？等十分钟吧。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掐戏精是什么？掐戏精是什么？颠簸边路是我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喜欢听 type 的老板？导师啥时候带我上分啊？现在还是黑铁一，可以啊，可以约我。来约我吧，咱俩一起起飞上钻石。上到白银就感谢了。结束了。现在没有晚上的了，真可惜。没有晚上的了，也有吧，其他老师也有吧。点歌 hop 是什么？可想点你的。老师教我兑现，兑现打过了，可惜还是上不去钻石。这个啊，兑现现在有提高了，不要着急啊，我是这么理解的。首先比如说我是打中路的，
我一般我教学的话，我是先教对线，对线有问题，咱们就先打对线，那就慢慢提高自己对线能力。但是呢，对线在一整局这个游戏比例，是有，但肯定不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对吧？那靠其他的是怎么赢的呢？就除了对线，还有什么其他的呢？一般就是，对吧？咱们中期呀、后期呀这种东西，一般就是中期吧。看中期的这个转线、中期的节奏这个东西就很比较重要，所以就可以这时候咱们就是进行实战嘛。就导师会告诉你，哎，你这个时间点，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对吧？你的这波处理，如果换做我的话，我会怎么做？你在这样的过程中，你就会明白很多啊。原来这个时候是这样做的，开了扳机，OK，看见了。你们买吧，还有你们时间。去吧去吧。怎么重音了？切为游戏，切为语音模式，现在可以了吗？现在可以了。我刚才没有切游戏模式，一会儿我进游戏切一下游戏模式就可以了。快了。哈哈。买好了吗？英雄。丢，太坑，出白银好难啊！这个，咱们打一般啊，咱们就，确实啊，我自己也有体会，我打白银黄金分段。对，一般赢都是自己，对吧？就很 carry 那种才可以赢。对，差不多这意思吧。不把队友当人看，你就能赢了，差不多。你把自己要推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站在那个位置上去看这一局比赛，你要带领你的队友去赢下游戏。白银黄金队友能够帮助到你的很少，他们什么都不会嘛。对，但是呢。你来图尔英雄训练营，对吧？我们这边就会告诉你，教你这些东西。你队友不会的，你知道了，对于这些有概念了，那就可以了。那打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根据什么情况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这些了。我黄金掉白银混着就会去了，躺得贼舒服。是吗？啥队友去 gank 我，就跑野去吃。哼。那你说。那些回声。出来一个打五个可以，对，一般就是打白银黄金分的，咱们就保证自己发育就行了。发育起来了，打赢一波团，游戏就翻了。补好每一个刀就可以了呀。这边搬了一手冰女，又搬一手青钢影。
小恶人欺。我昨天晚上玩的贼爽，拿了个五杀。可以，队友一三杀，咱们一起来呀！下路打再好，四个人来抓。我怎么说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到时候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一直有不解的，你可以，咱们可以一块儿去玩，一块去玩，我就会告诉你们，就是这种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做。我现在每个人的例子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你们去分析这些问题。挺难受的哈。能玩个一打五的英雄就行了，支援这是好事，有支援意识好事，多看小地图，但是也是看情况。武器大师了解下可以，武器啊，像中路的，像什么。吸血鬼呀、啊，卡拉丁这种英雄都是可以一v多的，这种都打团很爆炸的，这种也可以带线，所以我一般我就喜欢玩这种英雄，我享受那种感觉。但是现在版本的话，哎，对于这个瑞兹啊、吸血鬼啊，就一般。现在比较火的就是加里奥和冰女吧，现在这几个，佐伊还可以，加里奥是真的厉害，我跟你说。啊，这盘就家里要打刀妹，这盘中路很有意思。我现在说话还有回音吗？你们听见？哎，一会儿我就要看不见你们的弹幕了，现在心里面还有那么一丢小伤感的。难受呀。现在加里奥出 AP 一 Q 秒人，对，差不多。哇，真的是嘲讽到撞一下，一个被动加个 Q 技能，真的是爆炸呀！到时候找导师 PYPY 可以。啊，现在也还有三分钟的等待时间。不是，卖了干啥呀？你不出沙漏的吗？不出沙漏，卡萨丁咋办？这个朋友他思想有那么一丢问题，我感觉。虎臂很好的呀。我现在就卡在白金二晋级赛了，可以啊，到时候一起双排。我祝你上钻石，对吧？打不过可以猥琐，就怕打得过了呗，联动自己打野再刷野。我打的时候也会碰见这种情况。导师是教什么位置的？我是教中路的。你是哪个导师？我是半截导师，半截。这么好的吗？不是这么好，你约我坑，我这是应该做的呀，对不对？最近埋头练瑞兹，瑞兹不要玩了，我玩它没有用。这版本拿瑞兹的都是勇士，我也喜欢玩这个英雄。我一般我现在打我也很少玩了，真的要感觉要打得很吃力啊。你正常比如说你玩个现在玩个家里啊，这个英雄你我觉得六分力气我觉得就能赢，玩瑞兹得十分力气，我感觉
玩到70-80%胜率，这么恐怖吗？你70-80%胜率，你咋卡在白金二晋级赛了？还是说没有拿他打过排位，还是啥？帽子，换沙漏，就行了。老师，你中单擅长什么？我擅长，看一下，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英雄吧。卡拉丁、瑞兹、妖姬、杰斯这几个，鱼人儿。但我鱼人儿，我虽然说在峡谷之间打的挺多的，但是我个人感觉玩的一般啊，我感觉。但是我拿这个英雄拿的挺多的，而且胜率还可以。这个英雄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你看，这盘咱们就重点观察中路，好吧？看这个加里奥对线怎么打这个刀妹的，两边好像都是钻石中单的 PK。直播你教学一下呀？好啊，对我吸血鬼，对我吸血鬼。吸血鬼，我是之前就只玩这个英雄，到后来不玩了。上次拿来恶心我啊！什么时候？哎呀，我要看不见弹幕了，我看弹幕我得一直切屏。咱们就看比赛吧，回来要再有啥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私聊我，好吧？咱们就先看比赛吧，我看看你弹幕，我这边。弹幕坏了，我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再重新在最后试一下，好吧？打开了。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手机上看不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9884。啊，算了，看不了。拜拜。再见，各位兄弟！再见，各位老板。OK，这边梦魇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梦魇上单啊，可以。我看错了，梦魇上单原来是。应该打了一团，直接给刀妹的这个闪现打没了。我觉得刀妹对线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了。刀妹，而且刀妹没有带净化，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瞎子来一波，刀妹死一波，看着吧。1滴点 E 锤了一个这个余震出来，很 nice 啊，这波换血。他应该不是一点一，他是为了打一团一的才学的一，应该是。这边被动也好了，想锤刀妹一下。刀妹这几个兵补不到。加里奥再吃一个兵二级了，不知道这当兵有没有意识？哦，哎，还可以啊。哇，这边下路打得很凶啊！这牛头确实前期只能挨打。
个倒霉先到三了，家里要往后推了。嗯 ，OK， 没问题。我帮你们往上刷的。瞎子呢又来到了这个河道草丛，完了，但是知道对方这里插了一个眼位，蹭了家里要一个经验。这边豹女是要抓上了，梦魇这边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这个收技能没有挡到，一技能选择换掉吗？换不掉，伤害不够。哎，他的 W 呢？我刚才没有看到，应该是对线的时候用过了吧？这边其实是有机会的，直接绕后啊、嗯，可以。可以去抓的，哎，但是呢，加辽这边有失误啊，但是没啥影响，直接给他打残了，给瞎子摸一下，这个闪现应该是不交了，一技能行为，啊，加辽人头还是给他加辽了，你看加辽单打的这个伤害就已经很高很高了，这一波主要是加辽这边其实有一点打错，我觉得是上太早了嘛。这边可以，梦魇这波就很伤了，梦魇这一整波兵不应该着急的，因为豹女知道你家瞎子去动中路了，他这边应该对吧，之前你家野区肯定知道你没走的，着急了。这边是直接去下头支援去了，应该是牛头应该是交代了，加辽这不双招没了，豹女这边要去杀野了，加辽要去做眼位， OK， 眼位放在这里了，但是对方可能有个真眼，这波兵线加辽要往后退啊。手机都没挂到，哎，手机打五级，看一下双方的补刀。39刀，给他们调一下。就打了一套鱼阵，又 A 了一下被动。这个刀妹一技能没有命中 ，W 嘲讽一下，没啥用。这是要想要越这个刀妹吗？哇哦，刀妹有点不理智呀。他这个血量不行的，很难操作的。加辽第二套技能 CD 了，主要是所谓吃到标了。再杀一下啊，直接给打死了。加辽这边着急了 ，W 开的太早了，等他扑上来的时候再开一下 W 就好了。我现在切的是游戏模式吗 ？OK OK， 没问题。嗯，看一下下路对线，45刀比42刀，补刀上没有拉开差距呀、啊，这边啊又漏了一刀。豹子这边没有机会，直接回家了。这个蓝 buff 刷新，
网上刷这个梦魇要被约谈了，鳄鱼现在有大了。瞎子这边上半区刷完了要回家了，但是鳄鱼这边也回家了。鳄鱼这边不用回，你看，豹你再给他打信号。那就越上路了，加辽这时候可以推线往上路靠。完了，这波应该是被换掉的。哦，这边下路配合出了问题，下路又赶到了下路，这个石头应该是没了。这边中路要单杀了吗？闪现在 A 个被动，哦 ，nice， 真的被刀杀了，就有点难受。我想 A 个还有毒房，三点六了。这边双人路也在往上路靠，我看一下上路的补刀。还可以，我也那边掏了个提亚马特。这边是想要越加辽吗？哦，但是好了，直接被 Q 到了。打这种英雄还是得带个净化的，他们太多了。这不也偷想飞下路吗？这边队友好像跟不上，这边配合是有问题啊。可以，好吧，不知道有没有大招。漂亮！梦魇这波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下路赶紧拆呀，不要回去啊！赶紧！哎呀，你们其实可以拆塔的，你不要杀完人不拆塔呀。上路这边蓝色方成功拿下了一些塔，不过现在没有掉，这波应该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心态有点小崩。哦，就。原来是奶妈过来了，梦魇这个科技轮挂的还挺疼的，你知道吗？豹女这边阵亡了一波，对自己的节奏有没有影响？哎，这边是被蹲到了，直接就没了。来空岛的三点到底没有什么用，梦魇这边，还好跑掉了。你看阿宝马刚才那波要是点塔的话，这血量这个杜鹏就能拿好多枪，他直接选择了回城，居然让人不解，看不懂。
那会儿豹女她没来下路守塔，很明显她在上路呀。下聊遇到中路接姐这个刀呗，但是下了跟豹子一波单挑，哇，这么猛！200 AG 的命，他把我一技能没了，这不又是一波单杀吗？给力给力！他把英雄强度的优势体现出来了，现在。加疗这英雄很简单，选择冲爆。这边还没有选择动先锋，但是上野往中路靠了，加疗往下路靠了。蓝色盲打出来了，打得很精彩。哎，我感觉红色盲这边协调没做好，但是第一时间来支援就行了。我们看一下这波发生了什么。一下就跳到这里了呀，这一波他在偷龙，加他在打这个，那视野应该是看到豹子往下走的，你看这 AD 还在 A 兵，完全没有看到这个野区发生了什么。你这边先推过去，其实不应该他那个兵直接过来就好了，虽然速度很慢了。我就感觉嘛，就有些不对，肯定是这个 ADC 他有问题。哎，我游戏怎么黑屏了？这边是打出了一个闪现，看什么没有？现在两边就开始压榨视野了，小猪要拿塔了，这边就塔了，抬头，点名一下，开始不用。
这确实还挺痛的。打到中期加疗就打不过刀妹了，挺合理的。刀妹这边出血一些，加疗那控制基本上也控不了特别久。这波想去动一个人，想去动这个 ADC 啊。这 ADC 藏在里边了，这要干嘛？这要配合牛头去击杀一波这个加疗吗？哎，但是被撞到的机会了，被他秒了，哇！给他E掉的机会了，这波主要是，难受难受。都很急，这个就是要逼这个中医塔大招清线，这边开起来了，怎么跟啊？但是他这个嘲讽啊，这个技能很漂亮，加疗大招打断了。这边主攻先手，这边的红帽打反转的话还是很厉害的。哇，直接给奶妈飙死了。这边残局啊，牛头上的时候应该要跟队友说一下，你空的太早，没能跟上你，一下子一闪空了。这边鳄鱼也交了个血，感觉先锋早点拿，配合鳄鱼，感觉一路拆过去就好了。这什么意思？俩人在那逛街呢，对不？逛街，逛街了。牛头没有武士鞋。哦，这个一技能他没有命中。AD 要被抓了，哦，小左位，这个一技能没有扭。哎，给机会呀、啊！打出一个闪现，一阵触发的还是比较肉的。加疗是有鬼珠了，现在伤害比较高。这边是要清空大龙视野了，这边。这边野区追的比较深，所以这边能跟吗？又扎了一脚，扎到奶妈了。
哇，你不断的在做三次，哇，这个伤害。哇。这不打了个一换四啊。这边阵容好像。哎，他只能拉扯着打。只不过这边加里这个加里奥一放大招，一个进场，黑个梦魇关灯，啊，就趴那看着，有点厉害。能把你他着急了，真的，这下不受的。嗯，这一条大龙，啊，不要他。接了个电话，我看一下你们在说什么吧，看不见你们弹幕，感觉挺无聊的。好吧，没有人说话，那就算了。假装你没有弹幕。他的等级有点高啊，15级的。这边蓝色方等级太低了，中单才12级。下次下来就下了，这是强迫症啊，这是。牛头在刻意想要开了，牛头一脚给踢开了架子，但现在给这个大哥二连躲了，结果没闪现了。加里奥想去带中路线，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捕捉这个，对不对？啊，失误了，牛头，大哥二连没有成功啊。这个伤太高了，这个直接想一波了，应该是游戏结束了，哇！哦，杀了一个回马枪，666666，这个伤害可以，看上去就很爽。又空了一下，后羿摸不到，牛头又失误了。
再打最后一波，游戏结束了。里面感觉只有棒你一个人在线啊，这个就打的思路挺好的，感觉这边优势其实在上野，但是鳄鱼的话有没有他的想法，他们团他也，哎，游戏结束了，对了吧。我好像很尴尬，我有啥尴尬的，我也不是，你们阵容给力啊，是 A 组冠军和 B 组冠军打，A 组冠军是，想一下 A 组冠军是谁来着？拉个房间第四瑶瑶拉你了可以战队最菜的，你们水平也太高了吧，666给力给力，撞在我大兔丸，时光龙骑是什么意思？人类好了吧，伙计们，决胜局开始了，拉了。可乐那个菜鸡，可乐咋了？
白银的可以参加吗？只要有战队就可以。白，这个战队组建没有段位限制的，你们对吧？在群里边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哥们儿，就直接就可以建战队了。开吧，开吧，开吧。谁给我发消息了呀？我看不见你们的消息啊，不好意思。没啥变化呀。放首歌听吧，听首 trap。小子们都在等 loud x x x， 最帅的 boss loud， 给你们 dirty sauce， 买得起最贵的 sauce， Chinese red rose， 谢老板要开 cos， 今天就上 boss， 用 flow so dope， 生出规模不接裂口，挨了我的图标死了三个念了爹，就低的一家老小全部被我烟雾卷走，你们招待骚扰不要打我，耶耶耶，恩怨到哪个界，铁拳在拳头的大树下，公海上独身在耍不停，华丽的招式像花蝴蝶，为 hiphop 买你在哪个界，看清楚谢老板到底是哪个爷，小人小心我派了程咬金，他半路杀出来就打个结，反正你现在啥段位了，老子八卦的脏，这个妆非常的爽，玻璃钱就用思量，新一台就来舞台，英雄豪杰都鼓掌，遇到老子动土壤，养几个木蛋都不管，不管到那都是出场，老子运作 low rider flow like purpose rapping， Chinese rap god rapping， 死活的数据耳朵干净，谁做的老子把你喊醒，床上来个利益大清，早上八点来到无心练，快被老子晃动的是梦里，然后今天打电影秒，谢老板长得帅得很，加油！直接打，加油！直接大师，加油！没上过。你告诉我这个版本必上王者的呢？别急啊，你等我放假回家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对这游戏有新的理解。哈哈，真的，真的，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我操！这歌我不放了，你再搞我！你等我学完英雄怎么对线了，我必上钻石，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可以喊我，咱俩可以一起。哇，寡妇好恐怖呀！我最讨厌寡妇这英雄了。Respect, I don't have pity for you black niggas, that's the way I feel. 我最讨厌就把 Screaming black lives matter, all the black guys rather be dead beats than pay your bills. 抓人太容易了，真的。Nigga that, call everybody nigga and get a nigga mad. As soon as I say nigga, then everyone react, wanna swing at me and call me racist 'cause I ain't black. 日文吗？这么恐怖。
Talking about slavery like you was around back then. Like you was picking cotton off the fucking ground back then. Like you was on the plantation getting down back then. Alright, look. I see a black man aiming his gun, but I'd rather see a black man claiming his son. And I don't mean just for one day and you done. I mean, you still trapped in a rut. I work my ass off and pay my taxes for what? So you can keep living off free government assistance, food stamps for your children, but you still trying to sell them for some weed and some liquor, or a fucking babysitter while you party on the road, cause you ain't got no fucking goals. You already late. You motherfuckers need to get your damn priorities straight. Wait. It's like you're proud to be fake. 买针眼做好事业就没那么容易。你straight, and then you turn around and complain about the poverty rate. Fuck out of my face. 给的压力太足了。Can't escape problems. You can pray for some change, but can't break a dollar. Got nobody else to blame, so you blame Donald. 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用对这个东西。My boy's been back. I'm not racist. My sister's boyfriend. 我有个好友就是主播。I'm not racist. My sister-in-law's baby cousin Tracy got a brother and his girlfriend's black.My head's in the cloud. Heard it's not enough jobs for all the men in your house. Maybe we should build a wall to keep the Mexicans out. Maybe we should send them all to the ghetto for now. I'm not racist. I never lied, but I think it's a disconnect between your culture and mine. I worship the Einsteins, study the Steve Jobs, but you ride Tupac's dick like he was a fucking god. Oh my god. And all you care about is rapping and stunting and being ratchet. And that's the nigga within you. Music rotting your brain and slowly start to convince you. Then you let your kids listen and then the cycle continues. Blame it all on the menu. Blame it on those drinks. Blame it on everybody except for your own. 感觉别人的节一定比我猛。别觉得他打不了这个东西，老吃亏。不啊。Niggas kneeling on the field, that's a flag down. How dare you try to make demands for this money? You gon' show us some respect. You gon' stand for this country, nigga.I'm not racist. I'm just prepared for this type of war. I heard Eminem's rap at the awards. Who's he fighting for? Y'all can take that motherfucker too. He ain't fighting for. It's like you wanna be so famous. You'll do anything for attention and a little payment. I can't take you nowhere without people pointing fingers. Pants hanging off your ass. You ain't got no home training. Put your fucking pants up, nigga. Put that suit back on. Take that do-rag off. Take that gold out your mouth. Quit the pitiful stuff.And then maybe police will stop killing you fucks. What the fuck? 有弹幕啊，看每个人的装备资料啊，显示一下。装备资料怎么看？装备资料，这个派单是啥意思呀？With all disrespect, I don't really like you white motherfuckers. That's just where I'm at. Screaming all. 哎，有人知道这一个钻石是啥意思吗？是一块钱吗？还是什么呀？一个钻石一毛吧，十钻是一块。We shouldn't say it, but we do, and that's just what it is. But that don't mean that you can say it just 'cause you got nigga friends. Nigga. 52钻就是5.2，这个是10块。这是199。是吗？66.6。My grandmama was a slave. That shit gets to me, and you ain't got no motherfucking sympathy, you pussy nigga. 哇，这个别墅好厉害，3666。I'm sorry, you can never fill my life. Trying to have faith, but I never felt alright. It's hard to elevate when this country's grandma white. 厉害厉害！玩卡丁的时候就感觉绝望，遇到姐还好吧？是不好打，但是，我觉得你要玩近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对姐有心里边有畏惧，当你真正的清楚了人家的技能 CD， 人家想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对线其实应该是蛮好打的。那你要是高手碰见高手，对吧？水平相当那样的话，那卡丁还是被压的，没毛病。那你可以带个 CP 啊，不用再点了，保证自己发育就行了，低下出互逼。Even though Barack was half as black, you hate him and Obama. I know that's a fact. You can't wait to get him out and put a cracker back. And then you gave us Donald Trump, and I was payback for that. I'm not racist. I never lied, but I noticed a disconnect between your culture and mine. Yeah, I praised Tupac like he was a fucking god. He was fighting for his life way before he fucking died, nigga. Die, nigga. And all you care about is money and power and being ugly, and that's the cracker within you. Hatred all in your brain and slowly start to convince you. Then you teach it to your children until the cycle continues. Blame it on Puerto Rico, blame it on OJ, blame it on everybody except for your own race. Blame it on black niggas and blame it on black citizens. Aim at the black businesses. I ain't saying I'm innocent, but.
然后可以去你家。Now I'm ducking every time I hear a fucking plane now. You know I make a lot of sense, but you just can't admit it. When Eminem went against Trump, 这期又开始了，我又看不了弹幕了。兄弟们，再见。But I cry a lot.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in a frying pot. 好好看比赛吧，咱们。Go go go， 加油，冲冲冲！弟可是我儿的儿子，牛逼，你是他的爷爷。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啊，下路是机器人啊，可以。哦，这边要打一团，被发现了。敌军还 有没有看到这个风女呢？走位，走位，哦，被勾中了。侥幸心理啊，直接交一个闪就好了。刚才这块的走位啊，没有用啊，那个走位不叫走位，无效走位。走不开的，前期移动速度就这么点儿，哪可能扭那么大的幅度？你看，我来给你看一下什么叫无效走位，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给你们慢放，看清楚了啊。咱们看这个风景。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看，他始终都在这个机器人的钩子上，这个皮肤机器人钩显示的比较小，但实际上。他走的这个位置一直都在一条直线上，看见没？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你看，你会发现他这个走，看见没？他可能刚才走到这块的时候一直在直线。OK， 那咱们继续。这边刀妹上线比较晚，角爷这边先一兵，机器人还要去恶心一下对面打野吗？哦，恶心到了。但是打野的仇恨并没有变化，还可以。要是给野怪仇恨拉没了，那就恐怖了。这边日文很凶的打一套 QA， 但是这个肾还是比较肉啊。这边应该是给这个风女给勾过来了，打了一套。这个机器人带是变形吗？这么猛的吗？哇，变形机器人，给力给力！有人抢到了一波二级，辣妹 Q 到了，但是血量因为血量太低了，这个真是又掉线了吧？哦，没事。下路采取贴线的打法，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哇，但是甚至把二级打四级，这太凶残了吧！这个队友要去送塔了。这经验其实可以吃一下，英雄死亡有经验的。他刚才那个位置应该吃不到。这边又来了一个急刹车，我的妈呀！666。哦，扛了一下塔，心态崩了。哎呀，别放这个 Q， 感觉 A 一下 Q 点燃 ，A 一下闪现塔。这边第二道 A 上，他这边带来一个精密，回了一下血。没有办法，有点可惜哈。
这日文这么奇怪呢？我也不知道为啥，感觉怪怪的。哇，这么凶的吗？他们有刀妹，哎，往这边闪现就崩了呀！哇，这波刀妹天飞，让他直接直直的闪多好啊！这寡妇 Q 技能你不能那啥的，他能那个拉到你。飞身出手，他还能拉三下，这个，这常识啊，这个是。刀妹现在发育很好了，因为机器人死了，现在 AD 人一个人在下路打线也有点困难。也不是抓到一波比较好的机会啊！帮你有闪的，这个闪现也没必要抓。可能感觉机器人 CD 快好了，所以还是果断一点把这闪现给抓了。把 Q 没有打中，刀妹这个眼差得很深，看一下刀妹出这边出什么装备，提亚马特加一个小魔抗，刀妹这英雄玩的也不好，我只会放个E啥的，其他的这干克不讲道理啊，真的是寡妇连 W 都没挂。咋这么无感觉？行吧，哇，我们这边还能跑吗？跑不掉了。哎，刀妹有闪现的吗？刚才看一下，啊，没有。闪现快好了，就差一丢丢。
看一下补刀吧。虾这边七刀，往往61刀，上路压的比较多。我上路87刀，压打29刀，我的娘啊！这甚至就是完全就在旁边吃经验，是这个意思吗？上路放养就是。哦，男枪这边找寡妇单挑去了，没打赢啊，应该是被寡妇挂了 W 吧，有点冲动啊，觉得不太行哦。有点冲动，我觉得有点亏了。人头9-6，瑞文现在优势有点大。不是回家，补的装备好少啊！补了个这个小龙渣，加了一个布甲。瑞文这边马上黑切了，有点恐怖。有点无聊呀，寡妇这打架也太猛了。哇，好凶啊。小爷这边肯定没好，我这边抓住机会了。哎，这盘蓝色方下路压力也有点大的。寡妇又来了，能不能第一个大招呢？哎，直接给寡妇勾过来了，能秒吗？嗯，差了一点点。把肾这边大招逼过来，但是肾这边大招就只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这边这个肾塔应该是没了。也不对，瑞文这边也是回家了。瑞文逮到了一个男枪，啊，先抢野怪再打人。没有其他的路了。还行。Shut down。感觉瑞文大招是不是开晚了呀？这边风女肯定要断一下这个肾回城吧？哎，断一下吗？哎，断一下有可能会被肾一到。我们要去拿一个蓝 buff 喽。
逼出了一个治疗。这个导播镜头切得好乱啊，看得好麻烦。这边经济已经领先了3000了，现在感觉上路感觉经济差距好大呀。我看一下，扛塔扛死了，寡妇这边有点拖大了，断了一波节奏啊，拉桑桑这边又搬回来了，一个杀他当给的钱有点多的，应该是800块吧，应该是又给侠这边换了一大波。这个刀妹想要来上路守塔，哦，完了，知道技能了，这个，完了，没有好多空间了。要是把一技能扭掉的话，我觉得南枪这波挺猛的，优娜放的很好。啊！哎，那一刀没 A 出来，有点难受。哦，这边红色方又把局势给扳回来了，抓住了这个蓝色方主播的这个冲动，我以为寡妇勾过去，这一波击杀有吗？还是有的，这风已经挂满了 W。哦，跑掉了。中下两开花，感觉红色蓝色方这边他都急了有点。哼哼，也去刷一下，保证一下自己发育就可以了。刀妹在草丛等人呢，但是没有人过来吃这波线。
红色方这盘视野，这边视野有点差的。妈，两件套了，现在大家有点厉害了，这个塔应该是守不住了。哎，这个小子直接挨上去的吗？哎，哎，死了！奥巴马点了两下冰啊，是不是有点大的？还没有死，这是最伤的哥们儿。所以就能勾过来了，又打回来了一次，可以可以，给力。这边蓝色方又进一步的把这个经济差距给拉大了，主要是感觉上龙的波上野，感觉也没有打好。没办法，单靠南枪这一个点输出的话，可能比较累，能胜的话，这个。高这装备感觉就只能挨打。难受啊，跑不掉了，直接放弃。大吗？看看一个大好像大不死啊，真的。谢谢他大师。饺子这边出的不是，机器人这边装备挺有意思吧？还特殊装备。他都没压出来，直接就秒杀了。这边蓝色王又出问题了，进攻那个没有协调好，自己队友都不在，你这边在带线，难受啊，马飞。阿玛穿透线，蓝枪 Q 啊，压过了，再这一下，再 Q 一下，这个脚就直接买了一个大药。这个东西
有人想要直接动大龙吗？这么恐怖吗？啊，大龙还打掉了。这边蓝色方，蓝色方这边大龙是也完全没有死掉。现在就比较难受了，现在这波推进没人能守在这边。你们刚才想去包队员，我就不行。断了一波节奏，冷血听，冷血听又没了。哇，这个伤害。这个红龙王应该要回来投了。寡妇，你多一波。啊，刀妹在给下路压力，他爸在带上路。啊，他带中路。啊，这个阵有点着急。像满堂一级的嘛，还是挺痛。啊，一路高地直接没了。游戏结束了，两个五。再次战队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应该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OK， 那咱们就退了吧。干嘛感觉再次战队打野感觉玩得很厉害。666，我怎么还卡屏了，我偷别吧，兄弟。哎，这什么意思吗？
you